近日，刘晓庆出席品牌活动，为 P 图照片流出。62岁的她脸上皱纹十分明显。刘晓庆穿亮片裙亮相，脸上岁月痕迹明显，略显老态。之前，刘晓庆在微博上晒出她在自家院子里遛狗的照片，无意曝光了她家的豪宅。光从院子就可以看出她家很大，但是没想到占地面积居然有4000平米，真是让人无法想象。刘晓庆刚遛狗回来，看她满身大汗的，你就知道院子有多大了。逛一圈回来，估计得累得半死。厨房一体式的 RO 型橱柜搭配大理石花纹台面，整体看上去简洁简约。在家中，刘晓庆还会做一手好菜哦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是一个居家贤惠的女人。此前，刘晓庆过60岁生日的时候，曾晒出自己为亲朋好友准备饭菜的照片。照片里不仅能看出她家厨房不小，饭厅也很大，容纳10几个人同时就餐是没有问题的。刘晓庆在自家院子里的游泳池大秀诱人身材，无论气色还是身材上都保养得很好，真不愧是不老女神啊。